是休南街工来准备要来看高公烟火秀。大家报告一下吼，即摆有咱工作人员哦，因为即届第二届烟火哦，会搁较复杂多变化。我知道，我跟你讲，即摆吼，稍等一下，因为咱拄仔咱工作人员有来讲吼，因为咱烟火部分哦，咱爱有安全，啊有迄落，所以互伊即个，因为即届烟火放出来吼，会比较甲拄仔迄完全花样啊，花样都不一样，整个这个气势又不一样，啊所以讲吼，互伊准备好，差不多十分钟好不好？大家搁好等十分钟，啊先搁听歌，啊十分钟若准备好势。好、哦，咱再来准备，好、哦，请咱的贵宾上台，再过来给咱办宴会，好不好？来，高爷，你莫紧张啦，搁十分的啦，你哪里有救哦？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我唔讲一个伤紧，我本来是讲九点，你知道？结果宴会，咱讲是需要，迄吼、哦，迄你用宴会办宴会跑，迄拢需要技术的了吼、哦，技术搁咧安全的啦吼、哦，所以咱稍等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先让高爷搁唱一两条歌啦，嘿。再来这首好听的台语歌曲《吃亏的爱情》，来邀请介绍这位谢谢，高水高水啊，哇，卡哇伊的吼，啊，短小精干的，我们的漂亮的，我大家名拢袂记啊，那小哥都记得，大家拢安尼啊，自己介绍一下，芭比，啊，芭比，对哦，芭比。这老的歌，搁真侪朋友搁回忆起来哦，哎、啊，跟咱当初咧谈恋爱的时阵那种感觉哦，是。